像这样子啊，一般啊，一条啊，是多少钱啊？会很贵吗？价格是不一样的，价格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刚刚拿的就是那些黄色的那些，那个是大概2-3万，太多了。是，2-3万呢、欸。你说刚刚那个30公分那个小小的，对，那个。吓坏啊！一条小小的蛇就要2-3万台币，跟咱们上班族一个月的薪水不相上下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这些蟒蛇都是同一个品种，叫做球蟒，因为遇到危险会把自己卷成一颗球，把头藏在中间而得名。最贵的是哪一个？最贵的，我们目前最贵的是这个，这个 Toffee， 对，哦，也是一样好黄哦，对 ，Toffee。黄黄，哎，它的颜色黄紫，你看，它的颜色，呦，它紧张的，对，它紧张的，虽然也是黄黄的，可是它有带一点点亮亮的感觉，然后这个灰色的部分也是有点银，所以叫 Toffee。那像这样子一只是多少？大概30万。还是？对，30万。虽然阿宝我是蛮怕蛇的没错，但是看看这里的蟒蛇，每一只的颜色和花纹都太卡通太不真实了啦，真的是会让人很想要主动亲近呢。不过大家现在一定也跟我一样好奇，这么多特殊的蟒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有什么用途呢？世界地点，七彩魔石在哪里啊？你这边。我在里面，哎呦，主动的自己人进来。好冷啊。冷气。对，七彩魔石要吹冷气。对。啊，每一个盒子都有。对。哦，真的耶。每一只都有不同的颜色。有哎，你看这边，它的颜色有点像那个，就这样子，有没有很像我们看到那种龟妈小精灵的那个图案？然后这边是条纹的哦，所以就是每一条蛇都不一样的颜色跟不一样的花纹，所以叫七彩魔蛇。对，而且这是帮他们取的名字吗？对，这些名字都是公认的。哦，都是公认的。对。我还以为就是不是我自己，他长得可能很可爱啊什么的。他们都是这颜色，可以拿出来看的吗？可以啊。那我需要做什么防护措施之类的吗？不需要，就是手干净就可以了。手干净就好了。好小一条。这个好像，我可以摸它吗？可以。哦，你们看，好小一条蛇哦，而且它为什么都会这样子卷曲啊？对，这就是它的本性。哦，它的本性。对。它这样卷曲的，好可爱哦。这样看啊，好像甜甜圈哦，真的。你看甜甜圈，这应该就是奶油口味，带一点点花生。嗯。也太卡哇伊了吧！虽然阿宝我是蛮怕蛇的没错，但是看看这里的蟒蛇，每一只的颜色和花纹都太卡通太不真实了啦，真的是会让人很想要主动亲近呢。不过大家现在一定也跟我一样好奇，这么多特殊的蟒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有什么用途呢？颜色比较深，就是这些。哇，这里是黄黄的。对。它们大部分都是黄色的吗？哦，对，哦，真的，黄色、咖啡色。而且刚刚拿起来的时候，我刚刚丢了一下，因为我们刚拿到的时候是那种小小的球蟒，有没有？这只它长大了呢，这只大概有多大？两年了，它两年才长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摸的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哦，蛇长大了，果然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哇，这边有什么 super ghost？ 哎呦 ，butter 啊 ，butter 听起来好像比较温驯一点吧。真的，他们都是这样围起，他们平常就是围起来这样一圈一圈的哈。对。你感觉很像那个弹簧，这只颜色哈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像之前的那么鲜艳。对。它算是就褐色、大地色的感觉。有种波西米亚风，那像这样子啊，一般啊，一条啊，是多少钱啊？会很贵吗？价格不一样，价格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刚刚拿的就是那些黄色的那些，那个是大概2-3万，太多了。是，2-3万呢？你说刚刚那个30公分那个小小的？对，那个。
佳慧啊，一条小小小小的蛇就要2-3万台币，跟咱们上班族一个月的薪水不相上下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这些蟒蛇都是同一个品种，叫做球蟒，因为遇到危险会把自己卷成一颗球，把头藏在中间而得名。最贵的是哪一个？最贵的，我们目前最贵的是这个，这个 Toffee， 对，哦，也是一样好黄哦，对 ，Toffee。黄黄，哎，它的颜色黄紫，你看，它的颜色，呦，它紧张的，对，它紧张的，虽然也是黄黄的，可是它有带一点点亮亮的感觉，然后这个灰色的部分也是有点银，所以叫 Toffee。那像这样子一只是多少？大概30万。三千？对，30万。现在手上有30万在这边呢。小秋，那边有人在叫你。谁啊？赶快走，但是也不敢走太快，因为很怕惊动了他们。所以他们算是亲戚吗？对，这两只，你看，这颜色有点不同。对，颜色有点不同，有些颜色比较深。对，然后像这只啊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因为它的灰是带一点粉色系的。对，对，如果女生去摸的话，可能比较没那么害怕。对，那这只呢，看起来就是给人家，因为它颜色比较深，所以给人家感觉会比较凶猛一些。现在 Toffee 好像有点太喜欢我了，我有点不太知道他要跑去哪里。他从我的胸部钻到了嘎吱窝，现在钻到了后面，想要把我砍住，是不是在我后背？我现在很像康永哥哎，康永哥肩膀上都会有一些筋力啊，或是什么的。康永哥，下次要不要试试看放只蛇？它已经变成你的背包的装饰了。你看看，30万的时尚单品。是不是各位朋友，春夏最新流行球蟒 Toffee， 好低，30万台币，摩托车都可以买好几台了。不过由于天性温和善良、和蔼可亲，所以球蟒在国际上可是非常著名的宠物蛇。而这些不同的颜色和花纹，则是从第一代透过人工繁殖慢慢交配演变而来，名字则是根据每只不同的特色而命名，什么珊瑚光啦、粉彩小丑啦、大黄蜂等等，是不是都让人充满想象空间呢？干嘛的？嗨呀嗨！啊，喂蛇吃午餐。啊，喂蛇吃午餐啊！天哪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画面。好，那现在要怎么喂啊？这老鼠是活着还是死的？当然了，好，等你拆开。哦，这个冰冻，已经哦冰冻过的。哎，你们倒台了？吓到了。哦。我真的现在看到这个觉得很可怕，因为刚刚不是还有 Toffee 还在我身上这样子爬啊，还好我真的长得就是算是蛮大只的，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也是被这样子困住。动物毕竟是动物，进食的野性可是一点都不会改变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